天一旅行社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6月初到北京的机票多少钱？你要买单程票还是往返票？我要买2张往返票。你想买哪家航空公司的？哪家的便宜就买哪家的。请等等，我查一下。好几家航空公司都有航班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500直飞。西北航空公司正在打折，差不多1460，可是要转机。西北只比国航便宜40几块钱，我还是买国航吧。哪一天走，哪一天回来？6月10号走，7月15号回来。现在可以定位置吗？可以。你现在，你还想坐飞机去吗？你看，你听过那个？你们喜欢靠窗户的还是靠走道的？靠走道的。对了，我朋友吃素，麻烦帮他订份素餐。没问题，您在北京要订旅馆、租车吗？不用，谢谢。